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丁，不思议二弟，藏教名实有二弟，通教名幻有空二弟，通韩别二弟，通韩元二弟，别教名显中二弟，圆入别二弟，而这里所名的是不思议二弟。二弟皆具诸法，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故称不思议二弟。世间六凡诸法为幻有，出世诸法为幻有即空，世间出世间法，三千性相是俗谛，世间出世间法，三千性相，一一无非实相，是真谛。三千性相的名数是这样的：佛、菩萨、圆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是为十法界。一法界中又各具十法界，变成百法界；一法界中又各具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如是，变成千如是；有众生假名具千如是，五因十法具千如是，依报国土具千如是，变成三千性相；有真谛理性具三千性相，名理具。俗谛事相显三千性相，名事造。三千性相是俗谛，三千之外无实相，俗谛即是真谛。事造三千，即是理具三千。实相无相是真谛，实相之外无三千，真谛即是俗谛。理具三千，即是事造三千。事则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理具事造两重三千，同居一念，亦可说同居一尘，同居一名。如一念，一切诸念亦然；如一尘，一切诸尘亦然；如一名，一切诸名亦然。真俗不二，真俗宛然，名为不思议二谛。譬如意宝珠，能随人意愿欲诸珍宝，宝珠是体，能欲珍宝适用。体譬真谛，用譬俗谛。如宝珠体中不具珍宝之性，何能如意欲宝？此譬真谛理中，如不具三千性相，如何得有俗谛之事造三千？如宝珠不能如意欲宝，何能知其体中具珍宝之性？此譬俗谛事中，
如不造三千性相，何从知有真谛之力聚三千？今诸体具珍宝之性，故有玉宝之用。诸能玉宝，全因体具。体即是用，用即是体。辟真即是俗，俗即是真，是为不思议二谛。这个里面啊，不思议二谛里面啊，说世间出世间法三千性相是熟谛，世出世间法三千性相，一一无非实相是真谛，就真熟二谛啊。这里面就有一个三千性相。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天台宗里面叫一念三千，对不对？一念三千，三千是什么？这要把它要死背硬记，要被记下来啊。三千是由什么组成的呀？啊，有十法界是吧？十法界是基础，是吧？然后这下面有一句章，各法界每一个法界又具十法界。这个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请问我们现在是不是人法界？是。我们心里有没有地狱？有没有恶鬼？有没有畜生？有没有修罗？我们心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声闻？有没有缘觉？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佛？我们一个人就各具。人法界又各具十法界，对不对？那请问地狱有没有？地狱也是，地狱也各具十法界。所以这个十法界里面每一法界又各具十法界，这多少法界了？百法界了。百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又具足了十个什么性相什么啊，体力作因果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如是，每一个里面都有这十个如是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性，如是体，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本末究竟，对不对？那就多少了？是不是变千如是了？啊，千如是。那千如是那为什么有三千呢？啊，你看，就众生假名具千如是，本末究竟啊，这个五因十法具千如是，依报国土见去千如是，也就是说众生国土，还众生的体性是什么？是不是五蕴生啊？哎，就是五蕴十法，这就正报依报。和这个体性五蕴性五蕴体，对不对？这就这三个啊，三就三千。你看这个天台宗是不是分得很细啊？哦，他说一念三千，就这个意思。一念里面具足正报一报和这个体性五蕴十法，每一个里面五蕴十法住千如是，众生体性住千如是，国土啊。啊，一报国土具千如是，这是不是一念中生的呀？一念中有没有具足这千如是呀？就是三千，叫一念三千啊，百界千如，还有一个叫百界千如啊，每一界具足十如是，所以一百个界，所以就是千个如是。实际上是不是这个诸法实相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哎，这整个是不是把这个，你看，把这个宇宙，这现在通过佛教的这个世界观，你看是不是很就罗列在你面前了？哎，本来我们对这个宇宙没有什么概念，这一句话来，宇宙是什么？宇宙就是这个，众生国土，五蕴十法，众生是什么呢？众生具千如是，众生里面具有十法界。十法界又具足十法界，每一法界又具足十如是，啊，都是
都是有因有缘有果有那个啊，有性有相有作用，啊，都是嵌入式，啊，这样子的关系，所以，那你看这个，那我们要念极乐世界，请问是念这里面的什么？说佛的法界，对不对？佛的法界。请问佛法界有没有十法界？佛法界也有啊。哎，我们你比如说人法界里面具足十法界，我们还不好理解，因为有的人根本不信佛。他里有哎呀什么菩萨什么，那都是瞎扯。我在我眼里，我只有看到狗、动物。你说我相信的，人我们也是肯定有，天堂不知道不相信，不知道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理由比我们还多，对不对？啊，那畜生那鬼呀、地狱，他根本不相信。鬼地狱，您抓一个证人来，抓一个正鬼来作证，说他有鬼，对不对？你见过鬼了？对不对？哎，你就说你说见过了，你说我也不相信，你见过了又不是我见过了，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见过的是鬼？那不是活见鬼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很难的。但是佛他肯定是知道哦，有地狱，有恶鬼，畜生八界，只是佛他也悲悯摄受嘛，所以佛法界可以这个，所以这里面不思议二谛有就是世间出世间的嵌入式就是熟底三千性相是熟底。世俗世间三千性相，一无非真相实相，一无非实相是真谛，所以这段要把三千性相我们这个就是天台宗里面有几个名词，这一念三千这是很，有的人还会考呢。他说："哎，你知道天台宗吗？天台宗主要讲什么？"我们昨天就学到这个，一心三观，一境三谛，还有这个一念三千，这都是天台宗特有的后面我们净权长老用这个如意宝来譬喻这个真谛实际上他老人家就是很真的是。花了很大心思要让我们明白这个不思议二谛呀。妙三谛，藏教但明二谛，不论三谛，
通教名别入通三谛、圆入通三谛，别教名别三谛、圆入别三谛，而这里所名的是圆妙三谛。三谛圆融名圆，三一一三名妙，但具真谛，真谛具三千性相，俗中皆真，三谛皆名相，具俗谛，俗谛具三千性相，真中皆俗，三千皆见立，具中谛，中谛具三千性相，真俗皆中，三谛皆绝代，一谛即三谛，三谛即一谛，是为圆妙三谛。圆妙啊，妙不妙呀？妙哇！一即三，三即一啊。三谛圆融名圆，三一一三名妙啊。三即是一，一即是三，一聚三，三聚一啊。但举真谛啊，就是只要你举啊，举真谛，真谛就聚三千性相啊，俗中皆真啊，一就聚三。三谛皆明明相，皆明相。俗谛也是这样的，俗谛中也具三千性相的，就是真中皆俗，三千皆见立。就俗谛虽然三千见立，请问这个见立之中有没有真谛啊？这里面非俗非真，即俗即真的中谛有没有啊？是有的，从俗谛上虽然建立，但是这建立还是具有真谛的和中谛的性还是在的啊。虽然这个举真谛的时候三谛皆明，这个皆明相，三千性相，当举三千性相的时候啊，虽然三谛皆明相，但是这个明里面他这个，请问这个俗谛的这个身相有没有啊？说身相也是有的，那不生不灭的中谛有没有啊？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就奇妙在这里啊，圆妙就圆妙在这里啊。啊，所以华严说华严的时候，华严就是重点的。华严是什么？啊？显首中华严中的最核心的也是讲这个，说理啊，说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对不对？最后面事事无碍，就为什么事事无碍啊？就事事无碍里具足了理事无碍，理事这个里面也具足了理无碍，也具足了事无碍啊，所以最高的是四十五万，这里面也是真谛。虽然说是泯一切相，离一切相，但是这里面这有没有他啊？有没有妨碍俗谛的道理啊？不会，不妨碍。虽然俗谛见一切相，但是有没有真谛的理啊？还是有，这就叫妙啊。我们就为什么要去行菩萨道，就这个道理。行菩萨道就是实验的啊，在前面说的那个六度一样，哎，在布施度里面，布施的时候没有这个体性啊，既没有它的体性啊。如果布施的这个你在修这个的时候没有它体性的时候，那是那造者和受者他为什么光讲这个布施的这个体？这个体，因为你在布施这个时候，当你这个都透过的时候，造者和受者也很容易会透过的。
啊，我在做布施的人和受布施的人，啊，哎，对不对？你供养红包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在红包上。当你觉得红包这个是当体即空的，它是具足诸法实相的时候，一这个里面的一，这个一它是具足了这个啊。具法界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透过你就不再这个时候红包就不再是红包的相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包括我也没有修到这个啊，我没修到这个。我以前最多修，我给大家倒奶茶的时候，我在修哦，这个奶茶在倒，这个哇，倒到他的碗，他的碗在多，什么时候什么量停止，在掌握的这个时候哦，我最多修到这个茶是这样。哦，这个奶茶在流动，在流动啊。那我们，我这个倒茶的人，我的觉照，请问有没有流动啊？啊，那么，那已经我就只有自己，我自我感觉就不错了。我那在倒茶的时候，如那个茶在动，什么都在动，我还能回光返照，我自己佛性如如不动。哎，我觉得这已经蛮厉害了啊。但是。你像这个里原修的这个法修不到，真修不到，平时连想都想不到，对不对？你平时会想吗？啊，吃饭的时候拿起这个碗，你说这碗是熟地还是真地？啊，碗是熟地还是真地？哎，从第一个来说，你拿到的那个碗，这个是有人做出来的，这是因缘和合的。你现在拿着它了，它是熟地还是真地？它是第一个是熟地，因为熟地里有没有具足真谛？具足真谛的，因为什么？因为碗是无自性的，它因缘和合的，因缘也当下是体性空的，啊，对不对？所以这具足真谛的，这个真谛和，请问这个，那既然是又是它是又是熟地的，同时它又是真谛的，真说不二的，请问这是什么谛？中谛呀。就你拿起碗捧起那个的要吃饭的时候，拿着筷子要吃的时候，你吃的是吃饭还是吃的是一心三观，对不对？如果你安住在一心三观中吃，那请问你有没有吃到饭？你吃的不是饭了，你吃的是法了。啊，吃的饭滋养这个色身，吃的法就长养法身慧命的，对不对？哎，如果按照这个理。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放生的时候，是不是原这个，是不是原的理啊？原教的理放生的呀？那我们施食的时候呢？施食的时候，先念什么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对不对？也是原教的见啊。你离开原教的见，你能利益众生吗？那利益都不叫真的利益，对不对？就是只有原教的见才是真正的佛的见，在这个见没有具足之前，都是叫邪见。你说，不是正见，啊，所以前面都叫方便，这个才是真实。所以法华叫什么？叫开本，开本，啊，开实，啊，开权显实。啊，开权显实，把实的啊，实际理地才显出来，啊，所以华严是佛陀一正道的时候，他正道的时候真实不虚，法尔如是的，所以就是佛陀在这菩提树下就21天华严。请问21天华严能够21天能够算吗？对不对？因为念念都具足，念念都具足百界千如，对不对？所以它本身这个念念都是超时空，佛的本地风光，这不可思议的妙，也是圆妙的啊。所以从世间角度上来说，是21天说华严，实际上华严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啊，是无穷无尽，所以一上来佛是自证境界，自证的
大方广佛华严，啊，大华严。然后佛陀要啊，最后再开权显实，啊，显实，啊，开寂显本，妙法，妙法，妙。就智者大师，他说一说说妙，要说那么长时间啊，就是这个。妙法莲华，名字都听不到啊！《法华经》里说了吗？这个经的名字都是难得闻到的，啊，妙法莲华。所以这个里面就知道我们，啊，这个圆妙的这个，啊。希望我们善思维啊，王安石的善望江南是吧，归依众，反省思维，归依法，会不会唱？最后还有一个他很殷切的希望啊，是什么？三界里永取总在位，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与空有善思维。三宝共住此，空有善思维，能思维这个这样具有圆妙三谛的观念的时候，空是空吗？有是有吗？哎，微妙不微妙？哎。所以三宝是干嘛的？是不是来解脱我们的？哎，生命因为有三宝，才显出了我们生命的尊严。哎，但是这么宝贵的佛法，如果不弘扬，众生不知道。前两天我看一个微信，啊，那别人发什么，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啊啊什么。啊！结果后来有人评论，就说：“他说二十一世纪了，说还信这个？他说信这个，他说我们不是变成鸡狗畜生了？他说还像信鬼信神，要依靠信鬼神来做人，那我们这人不是变成这个鸡狗畜生一样的了？”他讲这句话，我看了我的思维，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意思就是21世纪的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我们的教育这么那个了，对不对？文明这么昌盛了，哦，还要通过鬼神这些来吓唬我们做人，好做好事啊，不做好事你要堕地狱的啊，这说那说我们是什么人啊，对吧？意思就是我们很低级的人嘛。
哎，没有成熟的人才需要被吓唬，对吧？啊，他说那必变的鸡狗畜生了。但实际上，一个人真的没有信仰，不好好学佛，那真的像鸡狗畜生一样活着，对不对？这有什么出息？你想想看，聊个天也没啥出息，聊的内容也不高级，对吧？哎，所以我们王安石在说啊，三界里有取总在位，普愿众生同我愿，善于空有，能与空有善思维，啊。三宝共住持，希望佛法、正法久住啊，普度人寰啊，普度众生。那我们人能有一点尊严啊，能活的啊，在我们自己在佛法的这个照耀下，我们自己脱胎换骨啊，自己提升级别，对不对？自己提升多好，哎，别人要买那个什么手机，对不对？啊，新手机我们自己变，我们自己更新，啊，自我更新，多有意思呢！啊，来，听，我们智谈师傅唱一首《望江南》。闺中。泛恨思回忆，愿我便有诸佛土，十方先生不相离，永灭世间痴，皈依法。法不思议，愿我留根长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依，弹指月三七，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入佛座道场时，能知有能悲，三界里有取总在位，普愿众生同我意，能与空有三思维，三宝共主持。王安石就做过我们宁州，做宁州就做宁州县令的啊，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颂唱王安石的这首啊《三宝颂》，就是更加亲切啊。他就是在这里做县长啊，县令在这里学佛，天童寺学佛，有可能还来慧日寺喝过茶。啊，对，因为那个时候慧日寺已经存在了啊。我想不仅我吧，我也是代表大家，大家都应该很喜欢这个吧？啊，那个宋朝宰相啊，能够做这样子，那我就看到现在啊，或者我的见识比较窄嘛啊。我到现在没看到谁的超过他赞美三宝是吧？哎，这种特别特别好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这个福报做宰相，啊，这宰相肚里能撑船，你看他这个，啊，他这种气度啊。那我们修行人呢，就是说，把这种气度的内化，内化啊，变成我们这个巨大钢骨啊，自我革新，自我就是，啊，哎，巨这个大钢骨那种。那种，啊，对不对？藕益大师那个句话实际上，我们有没有想想？他那么孝顺，啊，藕益大师没结过婚，但是他有爸爸妈妈，而且特别孝顺。他竟然说巨大钢骨什么？他说爸爸妈妈被人杀了，你都不要动心。巨大钢骨，什么叫巨大钢骨啊？啊？佛陀啊，那个韩国吧拍的还是日本拍的那个《佛陀传》，佛陀在菩提树下，啊，耶稣陀罗被提婆达多欺负，啊，他在那里都不动，哎，这巨大钢骨，这种力量是内化，怎么样征服自己，啊。所以这个王安石他能做宰相，因为他你看，他的这个力量哦，他能外显。但是修行人不一样，修行人是把这个力量把它往内用。王侯将相攻城略地是征服别人，修行人是征服自己。啊，所以你看我师父那么魁梧，对不对？那么魁梧啊，对。身体也大，头也大，耳朵也大，那么你想到什么师父那么细致吗？净慧长老人很瘦小，很白雪白细腻的那种啊，那个，那你看我师父很魁梧，但是他们的心是一样的。在师父身上，你能看到他细的地方，你就看他的眼神，哎，他那个鼻子，我的师父鼻子长得特别秀气的。那考虑师父非常的细，心思细腻。虽然在普陀山别人都怕他，但是这种怕是什么？这种不是说他哦，不是他是怎么去对比，而是他一身正气，他自己的正气，他一身的正气，正气和这个，和这个光明的见地，啊，身口意的这种，啊，经，啊，戒定慧的这种威德。但是虽然那个啊，我们有一句话嘛，望之怎么样，触之即温，对不对啊？接触他的时候那么慈悲柔软，哎，像我们净慧长老也是啊，那样子的化物之功啊，润物细无声啊。他的侍者你看这次跟我讲到，当他发现长老的时候，他推门进去，长老躺在地上，躺了很久了。他起来去洗手间的，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老了，老的时候人就容易啊这样，啊，就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就躺在那里，他那个房间实际上很小的，侍者睡在隔壁。都是木头房子，木头墙啊，我们浙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都是木头的，他只要敲敲就行了。啊，徒弟就问师傅：“师傅，你为什么不敲呢？不敲敲，对呢？”我知道了。他就躺在那里躺着，啊，这师傅就微微的、静静的说一句：“他说我怕打扰你休息呀。”啊。这要好好的去参的，去体解一个圣贤的啊，净慧法师。如果你真的认为他很普通的，就还倒算了。但实际上，啊，他这次他师者讲的一样的，他看到那么多人来礼拜他，要看瘦瘦小小这老头为什么大家要礼拜他，他有这样一念产生的时候，晚上梦里面
师父穿着红袈裟就告诉他，我的境界很高的，你看现实当中不好跟他说，梦里面跟他讲。你想想看，一个通达天台的净慧长老是跟我师父追随净权长老十多年，特别净慧长老亲近更早，时间更久，就可以说净权长老的衣钵就是传给净慧长老的。你像他们这个，他的境界多深，你学过这个你就知道了，他的境界有多深啊！但是他在接人待物上，你看那么细腻啊，我们要学这个的。古代还有一个祖师，我多几十年代参不通啊，他要去打水，路过一个独木桥，后来去打水看，独木桥上站了一个这个一个残废的一个那个野鸭子啊，野鸭子本来会飞的嘛，那野鸭子翅膀断了，结果他就也不去打扰野鸭子，回到房间里坐着就涅槃了。想了多少次，我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啊，悟着，好不容易悟出一点点悟一点这个影子出来了，就是古人就是他不打扰众生，他这种不打扰众生的这种，你看他蹲着就行了，哎，你是安全的，不要紧了，我不用打水了。哎，这种细腻啊，我常常祈祷这些人要转世，赶快转念世过来到人间来。这个人间妈为了个钱呢、啊、都是要杀别人呢、啊、哎呀，命不重要，他认为的钱重要，一个取款机就2000块，为了这2000块不惜杀戳别人多少刀，这种人简直是啊，哎，就是他的钱重到他就重钱，别人命不算什么。对我们弘扬佛法，除了我们大家有信仰之外，也是提升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提升我们的人类内在的质量啊！怎么样用自己的功德，用自己的那种语言去感化他，感动他，去让他产生皈依的这种很崇高的情感啊！所以过去修行人就别人不对就是我不对，我没有德性嘛。啊，就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皇帝他是这样，啊，天下之罪在躬身。那我们现在从修行的角度上，我们还能够去找到这些啊，找到自己感受到这个，所以这个才会去理解为什么那个啊，就是为了，也就是说不打扰生命，我可以死。那反过来呢，为了众生的利益，也那更是这个死活对他的说，就是这个意义，就是说啊，如果有意义的话，这个生命是他会完全啊，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啊，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修养啊，修养到这个程度嘞，这世间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有这个程度，那我们为了佛法怎么会苟且自己呢？哎，那所以我们为了要做这个事，那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修炼到那个程度啊。就像现在一样，我这啊念也念不好，读也读不好，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心心念念在思考着这些问题，思考的，在掺着，所以这里面我们一起学的时候呢，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什么传承，这个很伟大的传承。你看，我师父啊，净慧长老，我也拜他做师父的啊，他是等于是，本身他就跟我们师父是最好的同参啊，然后他们两位都是依止啊净权长老的，净权长老就是你看接的是涤贤长老的法啊。这个就是天台正宗的一脉，这个非常正，这个正脉，天台正脉。所以我们来学呢，就觉得从这个从法的法流上来说，就是传承的加持力还是很大的。
啊，阿弥陀佛。Thank you.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祈福神州钟鸣护法供养暨消灾超荐法会，日期1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护法供养仪轨佛前大供，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中午12点岁末感恩联谊参会，请预先报名。下午13点半开始讲经在家律学术要。诵阿弥陀经、蒙山施食、消灾超荐回向，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0627166616或062716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前世忍辱。今生相貌端正。随机里而悬殊，欲解脱者至精良，诸佛经典精华义，一切菩萨所赞道，不贪三有之安乐，收场修此刻断机生之无期月花轮回苦，修此刻断后世之修后与诸轮回复，上那不生羡慕心，日夜与相得解脱，而是一生出离心，而是一生出若于此出离心，唯一菩提心。
正菩提拉因故，智者当发菩提心，思维猛烈思不冲，难当耶娑金素缚，宽于我智铁网内，无明黑暗所笼罩，辗转后无声三忧中，不断感受三大苦，生死暂装诸自梦，是故当发殊胜心，不惧正悟实相会，总修出离菩提心，亦不能断三有根，故当清正缘起方，故当清正缘起方，水间轮涅一切法，永无起或知因果，灭除一切所缘境，此人踏上佛西道，此人踏上佛西道，是分别各执着，无起缘起之显现，缘力所需之空性，而是为证佛名，一旦无有论凡事，只愿起断除一切执着相，而是渐渐即圆满，了知一现出有边，一空间出无有边，缘起即心里不为变之间所动，如是三诸有道论，自己如是通达时，当以静处而静静，速修永久之佛果，修永久之佛果，速修永久之佛果。